小妞给俺爸俺妈鱼儿买了一件衣服到了，一会儿给他们送去。我先上街上给芬儿也挑一件衣服，她现在怀孕了，有好多棉袄都穿上不中了，给她买一个宽松的。哎，你看这好看不好看？我觉得这个是宽松款的，好看。好看，这个我觉得她穿也好看。啊，你觉得肚子那儿宽松吗？宽松啊，这可宽松，你看。啊，这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这嘴上皱个明明片掉了半圈。再大一门，那你直接是个大的，哎，这个也可以，哎，可以可以。这个吧，你给我拿这个，这个棉袄色的，这两兜是老童穿小的，有衣裳有鞋，拿去叫果果穿。我都不能说你天亮回娘家，天亮天破衣裳，你搁家吧，我都不想让你去。看你那样子，买就买新的，知道吗？中。这两兜背上，那我这闺女，这个是小鱼儿给果果给妍妍他俩的鞋，我给他捎去。你在家吧，要不？那你去吧。走。我去，你自己去看，管你烦不管你。哪能不管我？你，我去比你吃都好。
小妞提出劲儿干了，春节了有豆腐吃。不干豆腐，你这。爸，你都囤到多少豆啊？存2万斤。你嗨呀！你嗨。有那高吗？我这没够多。慢慢的吧。要少一点豆，炒豆。弄点干豆。炒豆不用，炒豆炒不出来。但是好吃，咸点儿的。